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sa。 牛兵啊，好，今天你跟大家玩 ESO 6啊，蜡比斯丁的方舟。好啦，今天 ESO 6啊，日本啊国民级的这个神作啦。不过呢，如果大家没玩过呢，都不是很大问题的，因为就算没玩过的话呢，现在的劇情呢其实跟以前的劇情呢是差不多的。差不多，是啦。所以呢，就算以前没玩过不知道劇情是怎样，现在呢再入来看个劇情都是 OK 的。好啦，那其实入到来之后呢，这个我自己玩的，我玩法师的，但是呢我都是法师哦。法师劲，我觉得法师劲，我觉得法师其实好多职业都好劲。但系咧，逐个再讲啊。入嚟嘅时候咧，其实佢会咧有一个好似嗰啲判定咁样啦，睇下你适合。女神帮你睇下，你适合做咩职？佢有个问卷俾你填。系啊系啊，好啦，我哋而家试一试做个问卷先。驱逐恶魔嘅咒语，当同伴宇宙嘅时候，我会喺后边度吉佢一刀。伤痛，治疗伤痛。我系适合玩，都系火法师。我本来都系推荐你啊。嗱，雖然佢推薦啊，但係咧，大家入到嚟咧，其實都可以揀唔同嘅職業嘅。咁啊，佢職業裏面咧有呢、這個戰士啦。咁啊，佢每一個其實佢有分四大項職業嘅。咁大家左邊見到啦，戰士、法師、遊俠、刺客。但係咧，佢每一個職業入面咧，其實玩到一輪即差唔多 level 之後咧，大家可以再轉職嘅。系啦，咁啊，戰士可以進街道做騎士啦，咁啊，狂戰士啦，咁啊，法師咧就係我哋而家玩緊噶啦。咁啊，初期我覺得法師幾好嘅 ，OK 啊，係啊，因為法師嗰啲攻擊力真係幾高，清怪啊，同埋咧有啲關卡可以越級打咧。一開始嘅時候我覺得幾好，同埋可以拉打啊嘛。係啊，冇錯。咁啊，有火法同埋冰法啦，火法就偏重呢啲火力攻擊啦，冰法就係偏重一啲控場多少少嘅角色嚟嘅。遊俠有啲唔同啦，遊俠咧除咗係遠攻嘅角色之外咧，啊，風行者啦。之後可以變，同埋咧，寶師咧其實係由遊俠演變出嚟嘅，冇錯，係啦。咁啊，如果中意單體攻擊啊，高傷爆傷咁啊，玩刺客啦。佢有忍者同埋一個我覺得幾型嘅後期職業啊，呢、這、一個航海家，好型啊！呢、這個係啊，揸啲劍加槍咧。呢個造型係相當之不錯，冇錯。佢呢度咧嗰個劇情位咧，其實同以前玩嗰個版本嗰度一樣。係嗰陣時其實係講主角喺嗰個船嗰度咧，跟住衝咗落海咁樣，跟住之後嚟到呢個島。呢個島係啦，但係呢度咧個劇情咧係我哋個角色同埋主角一齊到呢個島，所以就多咗我哋喺呢一個成件事喺入邊啦。冇錯。系啦，大家咧一路玩嘅时候咧，听到佢哋把声咧，其实都系一啲好熟悉嘅声优嘅声嚟嘅。冇错。私は村に戻って。そう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。有冇好熟啊？嗰把声，男主角嗰把声咧，其实就系艾伦嗰把声嚟噶。呢个啊，画出嚟啊，男主角。咁我哋俾大家望一望啲控制先啦。哇，男主角好型喎，其实佢啲可以用到男主角招技噶。咁啊，阵间咧，我哋阵间再抽一抽。咁就可以用到男主角招技俾大家睇下啦。好啦，今日入到嚟啦，俾大家望我只法师先。你睇下啲技真好开心，一嘢就满晒啲小怪。咁啊，不如同大家去升一升 level 先，因为其实咧，我哋今日系玩第二日嚟嘅咋。冇错。咁啊，第二日应该琴日就29 level 啦，第一日大家。今日应该34噶啦，可以。咁啊，我哋而家去升一升。如果大家升 level 咧，嗱，唔知自己做咩嘅话咧，其实咧揿入去右上角冒险咧，其实咧佢就会有话俾你听，你今日可以有啲咩做啊，你仲有几多次数啊咁嗰啲嘢。其实我头先咧都有做紧呢个委托任务噶啦，咁啊委托任务都几多 game 值嘅。不如而家去试下打个海域宝藏海域，宝藏海域。佢咧其实咧某程度叫做咧，你系追紧前面嗰架船。系。咁但系咧你一路追嘅时候咧，啲怪咧就喺我唔知佢系喺你架船定系点样，你就要清一波一波。为何去到最尾架船度咯 ？OK， 咁啊，同大家望一望个战斗啦。咁基本上咧，右手边你见到咧，你就有啲唔同嘅技能。你睇下，你到时咧，其实咧之后会越嚟越多技能，你可以自己再睇下点样配落去啦。呢度系技能啦。咁啊，你见到啦，转咗职之后咧，又会有一堆唔同嘅技。咁啊，就算法师都好啦，我而家有啲系冰嘅技能啦，有啲系火啦，有啲系奥术球啊，冇错，系有啲闪电球啊，咁啊唔同属性嘅技能都有嘅。嗱，除此之外，其实咧佢入边咧仲有啲咧有个系统叫魂卡啦，咁啊其实咧就系大家咧要将一啲打到翻嚟嘅卡啦，或者抽到翻嚟嘅卡咧装上身嘅，咁啊咧再强化啲。系啦，唔同嘅魂卡咧，佢咧就会有啲唔同嘅属性加俾你啦。咁但系咧装起武器嗰张魂卡咧。佢係直情咧，會有機會咧，係會有招技能。你可以變一變身，又出技能。皮卡多嘅技能，即刻嚟試一試俾大家睇，會變咗一個肉蛋，肉蛋戰車，棒。跟住之後仲會有個護盾，幾好用啊！
你一見到仲有個盾喺度，你見唔見咧？下面嗰個船上面又咪有啲傷嘅，是就係咧，你喺呢度打咧啲一波波怪嘅時候咧，就會出呢啲傷。啲傷咧最後尾咧係會有可能係經會有經驗啊，跟住可能有啲係裝備或者係物品俾你嘅喎。有金色印記，金色印記幾好啊！金色印記，儲夠廿五張咧可以換一張金卡啊！但個遊戲裏面你有啲唔同嘅裝備啦，咁呢啲裝備上面呢其實係可以裝到唔同嘅雲卡啦。雲卡點樣攞返嚟呢？其實呢有好多時呢，可能大家可能喺打一啲唔同嘅番外劇情啊，咁你會見到有機會呢會出到啲唔同嘅雲卡啊，呢一啲就可以自己裝落去啦，或者呢手柱啦、儲值啊，或者有啲活動咧，手儲嘅時候佢都會送一張金色嘅金色嘅伊莎，有呢個啦，呢啲金色印記又係廿五張可以合到一個、金卡啦。咁跟住之後咧，仲有時裝添噶。我而家第二日、第三日就應該會攞到時裝。冇錯。哇！除此之外咧，就係、是、可以咧召喚，可以抽佢翻嚟。見唔見到啊？男主角紅色變身雲卡阿特魯降臨。我哋不如嚟試一試抽一抽佢先。嗱，咁頭先咧未見到一隻皮卡多咧，咪好似肉彈戰車咁變出嚟。嗱，俾你睇下啦。嗱，如果你裝咗咧男主角呢一張，就係呢招星星啊！即係出技嗰陣時，我哋嚟即刻試下，睇下抽唔抽得到佢翻嚟先。有另外一張噶，替拉都可以抽到噶。唔好亂篤啊！陣間女神唔俾嘢你啊！冇問題啊，女神。哇！女神，女神化曬光啊！女神，女神化曬光。誒，佢俾嗰個紅色嗰個藥水。呢啲係攞嚟啊，可以洗嗰啲能力值嗰個嚟噶。跟住有啲唔同嘅寶石嚟啦，係咪嚟啊？時裝我都 OK 啊，時裝。哎呀！哎呀！哇！但係咁多嘅，哇！佢有好多星塵，好多星塵，好多星塵貴嘢嚟㗎嚇。係啊，紅色星塵就再貴啲添㗎。係。咦！佢閃好耐啊，我 feel 到啊。我觉得头先嗰下咧，佢闪出嚟嗰下有啲同平时系一样。有啲，我谂住你会话有啲唔同，原来系一样。因为眷顾女神啊，我而家呢个嘛。系啊，因为系咁。抽到！我啱啱谂住揿一揿，佢突然间都唔系你啊？系咪？唔系我嚟噶，我以为系你添。嗰个咩暗示嘅？哇！抽到得好得意，我头先以为系石啊嗰啲啦，跟住揿啦，哇阿特鲁中喎，吓亲添，突然之间自己都睇下先。嗱，你见到咧佢而家咧有张新技能啊，星方阵火啊，睇下先，命中物理暴击伤害加成加300%，魔法暴击爆伤加成12%，咦都啱喎。O K 喎，唔系啊，其实你揿入去咧，佢会话俾你听咧个完美值几多噶。系啊，嗱，你个完美度得38咯，你可以试下洗下咯。我试一试先。我基本上都洗到80去，八十。喂，50咯喎，喂，83喎，因为好紧要噶，好多能力值。系啊，佢加12同加15嗰啲能力值会出埋嚟噶，强化上去。哦。系啊。我记得好似有一张系完美噶。我唔信，我觉得你系咪睇咗排行榜人哋嗰啲揿落去睇啊？跟住见到完美就，我觉得系完美，我真系好似有睇过咧。唔系咧，纸卡有冇完美噶？纸卡，纸卡冇。嗱，入嚟试一试俾大家睇下招技。哇，几型！星方阵真系好型，系有招技真系好开心啊！啲招技，跟随翻地长先。咁我而家30，嗱記得咧，大家咧30 level 啊嗰陣時嗰啲咧，記得要升到31之後先至好去打嗰啲裝備嗰啲關卡。咁啊，除咗頭先咧機械蘇醒啊、寶藏海域啊，仲有裝備試練啦、啊、競技場啊。嗱，裝備試練咧，我而家應該咧係可以，嗱你見到啦，嗱打呢個31至39，咁啊你見到攞嗰啲嘢咧，哇高級啲30級嘅裝，之前攞20級嘅裝嘅啫。哇！但記得一定要打惡魔。系啦，一定要打恶魔。嗯、你就算跟人打都要打恶魔。冇错，就算唔够智力都系恶魔。入去睇下有冇人可以 carry 你，因为攞嗰啲嘢真系靓啲嘅。啱啊！除咗咧，我哋头先咧介绍咧，可以喺呢个召唤嗰度咧攞到啲魂卡之外咧，佢咧另外咧仲有一个叫做奇缘啊。系啦，奇缘咧就系咧你要打番外篇，即系番外嘅章节啦。嗯、越打得高嘅话咧，你可以咧去一个高级啲嘅章节嗰度咧，再去许愿去攞一啲唔同嘅嘢嘅。咁我而家去到打到22嘅啫，系啦，咁我睇下奇缘，睇下可以攞到啲咩先，可唔可以攞到张红色嘅云卡？哇，哎，我知喺边度见到完美啦，喺呢度咯，喺呢度啊，所以我咪话你系咪喺排行榜嗰啲见到？唔系，呢度唔系排行榜。奇缘出张红色嘅俾我，
有紫色噶都。我琴日抽到张金色噶，我阵间升完战力之后先再继续。啱啊，你依家抽晒，因为我可以再后多少少咧，即系我而家可以再升多少少战力，升高多一个之后咧，先至再打咧可以攞到啲唔同嘅嘢。你见到咧通过某一个关卡之后咧，那个品质会提升，攞到嗰啲嘢系。其实游戏里面咧，佢仲有啲唔同嘅时装可以换噶。嗱，最开头嘅时候咧，大家个头饰咧应该都系呢一个新手呢一个白团子。跟住之后做下任务咧，佢送咗呢个好似竹蜻蜓咁嘅事嘅嘅嘢。跟住之后有啲唔同嘅光环特效，哇 ，bling bling bling bling，啊，有火，深深，啊，深深。好啦，今日同大家试玩咗呢个伊苏六啊，纳比斯丁的方舟。咁，如果有兴趣嘅话，自己去 download 翻个游戏嚟玩啦。今日嚟到呢度先，下次翻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呀，我本来谂住 show 阿 wing 个 account 俾你睇，冇 show 俾你睇。我劲得滞，唔俾你睇。好劲啊！佢做交易所嘅买卖。阿莫，我琴日喺度谂啊，讲多一个先。琴日喺度谂啊，点解我咁低战力，冇理由阿 wing 高过我咁多噶？跟住之后佢都 show 俾我睇，点解你全身会金装嘅咧？系啊，我全身金装。佢喺度交易所度嗰啲低卖咧，卖咗劲耐嘢。哎，好啦，再讲，下次翻嚟见，拜拜。